我觉得对方的嘴唇很软，很好亲，好想要等一下就再亲一次。长了吗？后面再亲。对啊，他那个蛋酥有点长。好，我觉得对方的嘴唇很软，很好亲，我想要等一下就再亲一次。准备好了，一、二、三。哦、欸，那你们两个都是好想要等一下再亲一次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都还没有下班。那么我们稍微借位一下好不好？就有个剧情吧，就不用真的亲到，就讲一些浪漫话，就说5月26号可不可以带我去看那个见面会？好像很红的剧哎，要稍微一个借位。5月26号 History Party 要去好不好？我带你去，我会去。哇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有看起来是像吗？看起来有像吗？有哈，啊，他们有点时差。